都十一月了，如果你家的兰花还没开始长花苞、冒花芽、蹭花剑，现在赶紧给每盆兰花都给它喷一喷，十天给它喷一次，用不了多久，兰花花剑就会蹭蹭冒。喷的就是这个兰花多剑素，它不用兑水，直接喷洒全株，不仅能加速兰花花芽分化，增加兰花花剑数量，还能预防兰花常见的斑点、干尖，还能强壮植株、强壮新芽。